好，我们看这个高阶导数啊，就是把这个函数呢连续求导。好，我们看例题一哈。好，这 y 的话呢，对 x 求导，好，一阶导数等于多少呢？哦，这个求导的话是 x 零次方是一啊，它的微分呢是零，所以等于 a。好，再呢一次微分就等于零。是常数，所以答案是零。